11月17日晚，第55届金马奖获奖名单在台北揭晓，演员谢盈萱凭借精彩演出荣获最佳女主角奖。一同提名角逐本届金马奖影后的还有周迅、孙俪、赵涛等四位内地女艺人。在2018年前还默默无闻的谢盈萱，突然间厚积薄发，一举拿下第55届金马奖影后，成为本年度的一匹大黑马。